号，有网友宝宝泼出了一段朱一龙系鞋带的视频。只见视频中，我们的朱一龙小哥哥全身黑色打扮，帅气有型。不过似乎是鞋带松了，一直弯下腰来，细心的、慢慢的系着鞋带。最有爱的瞬间是，当他系好之后，还下意识的用手指拍了拍鞋带，也是超乖超可爱了吧。我正在看着你，看着你目不转睛，你丢的爱放在看你，等待你认领，请别再看手机。粉丝宝宝纷纷顽皮留言，鞋带乖乖的，别再散开了哟，哈哈，原来它可以这么可爱的吗？真的是宇宙无敌可爱的龙龙啦。芒果拉新闻要拉老鼠嘛，鞋带有它自己的想法，好的。